Hello， 大家好。今天呢，为什么叫逆光啊？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来看，就是这间 Joe Loves， 它叫 Joe Loves。那大家可能在英国想到英国香水的话，可能就大家比较会想到 Joe Malone 这个牌子。对。那可是 Joe Loves 呢？刚刚听这位以前前任 Joe Malone 小姐，她以前在 Joe Malone 工作，讲她的故事，觉得这个才是应该要被报道的。对，因为其实 Joe Malone 他本人呢已经不在 Joe Malone London 很久了。他其实呢，他离开了，他把就是Joe Malone 这个品牌卖给雅诗兰黛以后呢，他自己真正后来又再创的一个香水的事业，香水品牌就叫 Joe Loves。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去看，说它里面有什么一些新不一样香水的产品，然后看要怎么挑这样。对 ，OK， 再见。现在刚进来啊，然后里面就是有一种很香的味道。它其实现在是什么味道？所有的香水混在一起的味道，很舒服的味道，就觉得在里面对可以马上睡着。它现在这边的就是 Joe Loves 它的东西，你都会发现它有一个就是画画的概念，就是把香水当成是一个就是画作创作的概念，然后去挥洒出就是属于自己的香味。所以看他就是试香的时候啊，他就是用一个画笔，然后可以就是画在手上。好可爱哦。对，他去年出的一个香水，他就是那个香水的，就是 pen， 就他叫什么？他叫 brush gel， 他就是你可以画在身上，其实有点像滚珠笔的概念，可是他又把它转为就是画笔。的一个就是 idea， 我觉得非常的，我在这个品牌看到了一个就是香水创意的精神，是我觉得我渐渐在 Jo Malone 看不到的东西。Let's start. Yeah. Coffee for your nose. Yeah. Yes. 我现在介绍刚刚讲那个 base 跟 shot 是什么呢？ base 基本上呢，它其实就是它有两个就是分开的蜡烛的主体，然后呢 base 就是下面这个，它是你可以选一个香味，然后呢这个是 shot， 就是是另外一个香味。然后你可以把它合在一起，然后呢，当你点燃的2到3小时的时候呢，它会散发的都是这个 shot 的味道。那等到2-3小时之后呢，这两个香味就会融合在一起。那它可以点多久？60个小时。60个小时。那接下来你之后再闻到的味道，基本上都是它结合之后的味道。French pony， 可是我不知道中文到底是什么。闻起来像什么？花香，我觉得 Mojito 很酷哎、欸，我喜欢这个，我就觉得它比较酷。这个就比较木质，比较男生。算它是一个有质感的味道，可是不是我喜欢的味道。I can't decide. No, it's okay. Or if you like it at all, keep it there. Yeah. Okay. I like the first one. 好，它现在就是它可以把，就是我们刚刚闻前面闻的那四个跟后面那四个，它可以把它混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闻，就是它混合起来的味道是怎么样。然后他选的是，我选了芒果跟 Mojito， 跟 Mojito。然后我选的是第一个不知道什么花香，跟番红花和 wood 是什么？乌木。他写在上面告诉你，就是余华 JJ 他选的 base 是什么，然后呢，他选的另外一个 shop 是什么？我觉得你的闻起来有质感，所以呢，我的就是我选了 Mojito 当 base， 然后呢 Mango 当我 shot。我就是一个走一个清新甜香甜路线啊。这两个呢是刚刚就是我们的那个调香师介绍的味道，那一个呢是芒果，一个是 Gardenia。那 Gardenia 基本上是很香甜的，然后呢芒果呢它带一点酸味，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你就会感觉到有点香甜，可是却是很 fresh 的，很就是很新鲜清新的一个味道，非常好闻。所以呢我原本最一开始最喜欢的是芒果跟 Mojito， 我觉得它真的很棒。那它的感觉就像是黄色，鲜黄色加青绿色，很可爱的感觉，很活泼的感觉。可是刚刚他推荐我这个芒果跟 Gardenia， 我觉得天哪，它这是黄色加粉红色啊，超可爱的，所以我最后选了这个。它是芒果的 shot。哇、哦，真的好芒果，好香哦。然后这是 Gardenia， 其实 Gardenia 自己单闻起来好像又比较木质，在这个 base 里面的时候感觉。
闻起来比较木质调。我的那个喷枪 ，I don't like it。You don't like it? I don't understand. Fui. Perfection. Just don't like the fire and the gas. Yes. No. Jollof 有几款香水是就是卖的特别好，他们的 signature 的 fragrance 呢就是 pomelo 柚子的香味。那这柚子香味呢，它一开始就是喷的时候，它会很明显的柚子香，但在一两小时之后，它会转变成一个木质的香调。然后再来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以就是 Jo Malone 来讲的话，它有就是 English Pan Freesia 还有 Peony and Blood Sweet。我觉得 Jollof 里面的 No 那个 Number 42。跟那个 White Rose Lemon Leaves 就是两瓶，就是我觉得台湾人也会非常喜欢的 花香调。好，我们现在买完出来了，耶、yeah ！所以之后呢，建议大家如果就是有兴趣，因为这是伦敦的唯一一间店、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来试香的话呢，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做 booking。那尤其是如果你要买这个 Shop Candle 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打电话预约。对，然后他们其实现在的话，除了网路购买，也有实体的那个实体的那种店面，它比较像在药妆店有那种小的那个 session， 你可以就是去试。可是那个地方叫什么？它叫什么 Space NK 还是什么的？对。我们等一下再查一下，打在下方。然后我会把那个商店资讯放在下面，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伦敦买。我个人觉得它就是隐藏版的 Jo Malone， 就最真实的 Jo Malone。对，我觉得是，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得到 Jo Malone 的最 Jo Malone 精神的一个的品牌。对，那大家如果有香水，就喜欢香水的话，也可以来这边玩。那还有什么想要我们去discover 的地方，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下方留言哦，然后记得如果喜欢的话，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哦，谢谢，下次见，拜拜。